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个我刚刚就听你的扎了两个小辫子，我不太会编麻花辫，你就这样扎一下吧。然后给你量一下长度，到时候我就从这个方向开始剪。这样的话，我自己就留到这个长度之后，还能算个中长发，我还可以去烫个卷儿，或者染个头发什么的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染过头发了。我上次染头发还是我高中的时候，然后，过50了，行吗？这个长度，你一会儿再回答我行不行吧？这个也是从这儿开始，这个位置是50，后面还有一点点，感觉留了这么长时间。他比我任何一个男朋友陪我的时间都长。感觉最近天气太热了，头发都开始掉了。我以前的头发发量比这个还要多一些，长起来感觉稍微有一点掉头发。发量还可以吧，我觉得。对面没有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感觉好尴尬。这个剪子不知道能不能用，在我们家放了好久了，看一下。其实如果能够给你视频的话，我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个头发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一般来说，不都是女生会买这种头发，然后去嫁接自己的头发，就那种自己不想留头发的那种。2分钟，你说要时间长一点，我也不知道到底你需要多长。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感觉真的好尴尬呀。这个样子可以吗？可不可以你一会儿跟我说一下呢？你家空调在客厅那儿，我这边没有那种单独的小空调，所以想热一些。给你看一下盘。盘一下它有多少？就平时盘一个丸子的话，我一般会盘的比较紧一些，因为盘的散了，它就会散掉。看，刚刚也量过了，其实我要上手剪。舍不得剪，刚刚剪了之后，我还可以换个新的发型，要不然就剪了吧。我能听到我头发那个被剪断的声音，感觉好残忍。头发好厚啊！我一会儿好想知道我这头发有多少斤，都有多少克，应该没有多少斤。二十吧。都散掉了。头发真的好多啊，感觉这一半的头发跟有的人全部的头发一样多。
该选这个。感觉剪完了一边之后，另一边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痛苦。反正我也不能一下留长，一下留短，就感觉头发好厚啊，好难剪。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头发？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样子，我估计我的小伙伴都要不认识我了。到那儿之后，它下面的长度就很短，然后一剪，我梳一下它就会掉。好在我头发也多，这个发量还可以是。要多的好处。好了，我又要扫一下地啊！现在我们家第一次这么多头发，我平时掉头发不是特别多。今天下午就要把它发走啦。好了，视频就这样吧。